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大熊观影，我是阿翔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《奶奶》。小萌从小就是被老家的奶奶带大，和奶奶的关系十分融洽。就算上了学，离开了奶奶的身边，小萌还是会每天和奶奶通着电话，写着信，两个人一直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。直到三天前，小萌发现她突然和奶奶失去了联系，电话打不通，写信没人回。因为担心独自在老家生活的奶奶，小萌亲自回到了老家看望。可是到达老家的小萌并没有看到奶奶，她四处查看，只有还没收拾的碗筷和不断跟随她的苍蝇。搜索间，她看到房子对面有一个封闭的屋子，不禁想打开查看。就在要开门的时候，一个声音阻止了她。小萌回过头，发现正是自己担心的奶奶。此时的奶奶十分严肃地警告小萌，不准打开眼前屋子的门。奶奶的身上带着一个五颜六色的铃铛，随风飘荡，发出叮铃铃的声音，似乎预示着这间屋子即将所发生的事。两人回到屋子后，奶奶恢复到了温柔的模样，并同意了小萌想要留宿的请求。小萌高兴地嚷着晚上要给奶奶做饭。奶奶虽然很高兴，但还是说着可能会吃不下，因为最近十分的没有胃口。小萌很为奶奶担心，奶奶却显得并不在意。他告诉小萌，自己这辈子最想看到的就是小萌当新娘的样子。在小萌当上新娘之前，自己绝不会离开人世。晚上，小萌从噩梦中惊醒，上厕所的功夫，他看到房子对面的小屋，终究还是没能忍住好奇心。他悄悄地打开门，向里面小心翼翼地探索，可映入眼帘的却是让他十分震惊，一个人躺在屋子里一动不动。他上前查看，发现眼前的人竟是自己的奶奶。此时的奶奶张大着嘴巴，瞪着眼睛，俨然已没了呼吸。屋里的苍蝇也似是告诉他，奶奶离开人世的时间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如果眼前死去的人是奶奶，那么睡在自己旁边的人又是谁呢？惊慌的小萌赶忙跑回到房间里，试图叫醒睡觉的奶奶。冷不丁被转过头的奶奶吓了一跳。奶奶已经知道小萌打开了那扇门，对于小萌这一行为，奶奶的语气中充满了无奈。小萌握着奶奶的手，发现奶奶的手甚至全身都十分冰冷。知道了真相的小萌没有害怕，反而伤心地抱着奶奶，祈求奶奶不要离开她。奶奶轻声地安慰她，在她当上新娘之前，自己会一直在这里。一夜过后，奶奶已经消失不见。小萌看着那扇被自己打开的门，心中涌出深深的自责。如果自己不打开那扇门，奶奶也不会消失。思绪间，铃铛声再次响起，似乎事情并不是小萌想的那样。故事也至此就结束了。相信很多人的小时候都是和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度过。小时候他们为我们倾尽所有，但长大后我们是不是有些淡忘他们了呢？即使看不到，至少也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吧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、转发、收藏、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